大伙一提这个郭德纲，嗯，后边紧跟着啊，嗯，这脑子里就蹦出两个字儿啊，于谦于老师。哎呦呵，说相声说得好啊，大伙儿捧捧哏，嗯，多好。哎，您捧我，说是捧哏，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。嗯，这个你先等会儿，各位还得买张票，先说是不是？人家不但不用买票，还挣钱。你看有没有什么呀？你先等会儿，有没有天理？我是听相声的，是吗？啊啊，我不是说相声的。我上台上听相声来了，啊！你对呀，啊，你会什么呀？你刚才捧我半天，合着不为捧我？我捧你了吗？啊，我刚才那是捧您的，不是我？哎呦喂，你想多了，是吗？啊，想多了。哦，不是捧我呢？不，不是，那我也不能算听相声的。那可不是吗？哎。我问你小问题啊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都有什么？傻了吗？傻了吗？赶紧照相啊，各位赶紧照相。你都说出来了，教育您的孩子这就叫傻啊。你都说出来了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啊，谜底就在谜面上啊。什么谜语啊？这是这四门功课不容易啊！首先拿这个说来讲，是得干净，干净利索，这是必须的。利索，台底下呀，啊，勤加练习，利索，干净利索，对，丝无阿缩。您要会，您就拼；不会就算了。干净利索啊！关键是这个嘴里，嘴里，嘴，对，丝无阿嘴，又来了。我是这个昌平人，我有口音。昌平也没这么说话的，是不是？嘴里哪有？有点口音啊。最有难度的，嗯，就是唱。哦，今天好几场节目，嗯，很少有人唱。是，刚才这个唱了几句，嗯，还有那个叫什么高鹤彩啊，会唱，但是唱的，怎么了？挺好。你别害怕，人走了都。走了啊，唱的一般，各位真的。唱的一般，哦，他一般。哎，这么说您行，哎，我能不行吗？我卖着票呢，我这儿知道吗？哦，我唱的还行，是吗？还行，我自己给自己打分的话，就100分的啊，100分吧。哎，没有您这么不谦虚的，100分制的，您给自个儿就打100分，那可不是吗？一点瑕疵都没有。我知道的多呀，知道的多啊，那也是学问。您呢？我知道皮毛，皮毛对，一般捧哏都这样，知道吗？又来了，知道点皮毛啊，就是吗？问您一个事儿啊，啊，有这么一个小曲儿，嗯，叫做《和尚叹》，哦，听过没有？《和尚叹》啊，没听过，没听过，没有，退票快！哎，这什么叫退票啊？不是你卖票吗？你卖票，你给大伙说呀？大伙都冲您来的呀？没有，门口贴上特大喜讯，今天于谦来啊。于谦来也是捧哏来，这得逗哏的说，知道吗？逗哏的说，对，什么叫和尚叹？你拉出来的片子，你给人解释。好啊，什么叫和尚叹？对，为什么叫和尚叹？嗯，怎么叫和尚叹？是因为他的父亲，嗯，就是和尚。哎。这个事儿，我爸爸是和尚，多少有些蹊跷啊！蹊跷大了，这个，我爸爸是和尚，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不是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什么叫看你？我得问，咱俩这岁数对不上啊！废话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没有说合适不合适。哎呀，收相声还有这个便宜？你看，去，我就问你这个事儿。啊，我爸爸要是和尚，我打哪儿来的？您误会了，怎么回事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不是正经的和尚，他是花和尚。我说你爸爸鲁智深了吗？啊，鲁智深干嘛呀？不是正经和尚，什么和尚啊？就是脑袋上小时候脑袋上梳一个小辫啊，那叫梳一小辫，幸亏没梳大辫，多脏啊这玩意儿。我小辫儿啊，昌平人才走大字眼儿呢，知道小辫儿，属于小辫儿。对啊，叫什么和尚？跳墙和尚啊，就是带发修行。哎，对了，跳墙和尚。对，不光你爸爸是跳墙和尚啊，您的仨大爷都是跳墙和尚，哥四个一块跳的墙。哎，
给他们哥四个送到这个寺庙里头。啊，寺庙里头有一位老和尚，哦，叫智障法师。听着就不怎么样，这名字。智障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哥四个，哦，分别也给他们起了发名了。都叫什么呀？你大代叫发聪，哦，你二代叫发明，嗯，三代叫发广，好，你父亲叫发郎，哎，发郎啊，干嘛呀？小粉灯那个，啊？嚯，您知道不少啊！你师傅老带我去。你好好说啊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有叫发郎，后台对词没有这句啊。你有这句吗？一会儿我唱忘了就赖你啊。不是有叫发郎的吗？我有口音，叫这是口音的事吗？发郎，对，发郎，对了，三声了哇郎，要我来了。就没听过这路拼音。反正啊，庙里的生活呀十分的清苦，啊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真萌这个。各位有那么可乐吗？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每天都干什么？扫扫地呀，念念经啊。哎，你把你这大头摘下来了没？天天闲着，他父亲是五脊六兽的，没什么事儿干，天天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。他怎么唱？叫和尚叹，您来，唱起来好听，你学学，我给您学学啊。和尚叹，这是念念经。你看我像不像你父亲？哎，不像，差远了。小呀嘛小和尚，头光光，袈裟配身上，小木鱼儿敲个冰棒，念佛又呀嘛又烧西洋。忽然刮过一阵风，一股香味飘过墙。阿弥陀佛是什么？贼啦啦啦的香。嚯，挺好听，挺好听。哎，为什么这么香？对，这香味儿从哪儿来的？它怎么这么香？是啊，因为这个和尚庙啊，隔着一道墙就是尼姑庵啊。打那边啊，你先等会儿，飘过来一股香味儿。哎，和尚庙旁边隔一堵墙就是尼姑庵。对呀，这怎么盖的？这是方便啊，方便。巧合，有太巧合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还雷同？哎，飘过来一股香味儿啊，同时呢也飘过来一个小曲儿。小曲儿是什么？叫尼姑叹。尼姑也有叹。对了，为什么叫尼姑叹？为什么呢？怎么叫尼姑叹？你说说。因为他的母亲啊，就是尼姑。哎，我妈是尼姑，我爸是和尚，俩人怎么凑一块儿的？你看，慢慢说呀。我妈是尼姑，其实你母亲呢不是正经的尼姑。怎么个尼姑？对，跳墙尼姑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哪儿啊这？给他提这个醒，老两口子都跳墙啊，这是急了，这是。什么叫急？废话。什么叫急了？跳什么？怎么全跳墙啊？狗急才跳墙呢！你别说那么明白了，怎么全跳墙啊？跳墙小时候嘛，玩嘛。哦，不光你妈是跳墙尼姑，嗯，您的仨姨啊，都是跳墙尼姑。这哥们姐们还挺多，给他们姐四个啊送到尼姑庵里头。嚯，尼姑庵里头有一位老尼姑啊，叫智缺法师。哎，这个跟那智障是师兄弟。哎，智缺法师非常喜欢他们姐四个。哦，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，也有名。你大姨叫慧聪，哦，二姨叫慧明，是，三姨叫慧广。哎，你母亲叫慧饼。哎，慧饼啊，姐四个没有叫慧饼的。什么？慧敏。慧敏，对。你妈周慧敏。哎，你妈才周慧敏呢。那你爸爸应该倪震呢。哎嗨，别给凑对儿了。你怎么姓于啊？啊，不是那个词儿。倪老师，啊，倪谦。哎，对，我们忌讳这词儿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这是不是啊？我的你要干嘛呀？我的捋里我说到哪儿了？你说哪儿？你别撅过去一会儿。反正庙里的生活呀十分的清苦啊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啊，念念经啊。哎，不对了不对，跟刚才不一样。行了。反正这个是干嘛来了？在庙里扫扫地呀，
你听着、啊。天天闲着他母亲呢是五脊六瘦的啊，天天哼哼唧唧哼哼唧唧，嗯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，也有这叫尼姑叹，怎么唱，唱起来也好听，学学，我给您学学啊，嗯，尼姑坐在庙堂，四季花儿为谁开放，背地里埋怨我的亲娘，人家的儿女成双配对儿啊，可怜小奴懒梳妆，掐朵鲜花插头上啊，插也插不上，为什么插不上？为什么呀？你妈是个秃亮亮，没头发。按说呀、啊、这两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到一起。说的是。但是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，这年四月是两庙联合举办植树造林。这出家人还干这事儿呢，智障和智缺的主意啊。啊，一看就跑不了他们俩呀、啊。可巧的是你的父亲跟你母亲分到了一个组。哦，你父亲刨坑啊，你母亲扶树。嘿，都怎么。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。是。这一天下来啊，他父亲对他母亲产生了好感，有印象。这一次机会就够了吗？够吗？不够啊。还有吗？这年五月、两庙联合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。这出家人怎么都那么浪啊，这个搭了一个大台子啊，和尚方派的是您的父亲啊，尼姑方派的是您的母亲、哦、两个人手拉着手走上台要唱山歌。哦，怎么唱？我给您学学啊。来吧。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这是问题。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玫瑰花。答上来了。玫瑰花，你妈一听很高兴啊。流氓啊，是怎么的？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、嗯、你往姑娘的耳朵上看、嗯、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又一题。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耳朵上看、嗯、起名叫做牡丹花。多好啊，你妈很高兴。是。又来了，什么毛病？小尼姑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，你往姑娘的脑袋上看、嗯、起名叫做什么花？怎么回答？小和尚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，我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大松花。大松花，你妈很高兴啊，还乐呢。嗯嗯，大松花是讨厌，生气了，缺德哟，门不跟你玩了。嗯，门门走了。嚯，哼，走吧。哎，你回来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儿？那个。忘了跟您交代了啊！就上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呢、啊、崴了一下脚，那么寸的，都以为啊你母亲生气了啊，其实没有，是对你父亲产生了好感。是啊，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嗯，两个人成功的私奔了，哎，跑了，下山了啊，还俗了，嚯，结婚了，过日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挺好。你猜怎么着啊？不到四个月、嗯、他降生了。哎，短点了，短点了，四不到四个月，三个月啊，那更短了，那个十个月呀。你也十个月吗？这不是废话，人都是十个月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这是老话。简短截说，等他长到二十岁的时候啊，他也谈恋爱了，那是正常，喜欢上隔壁杨家庄一个姑娘，好，叫杨杂碎。哎，杨杂碎，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，是吗？稍微有点山气。哎，对，杨杂碎没法不山气。人有叫杨杂碎的吗？叫什么？杨阿翠。对，杨阿翠。杨阿翠、啊、干嘛在摔地下上？什么什么杨阿翠？杨阿翠。对，就是呲哇翠。要看见不用拼音了，就是你跟杨姑娘搞对象这个事情 啊被你们隔壁二傻子看见了。别人没看见，二傻子倒给看见。哎，二傻子给你们编了一个小曲儿。嚯、哦，他还行。叫杨家庄。好啊，唱起来好听。你再学学。我给您学学啊。来来。嗯嗯，在城东有一个，那是杨家的庄啊，
有一个老员外，他就本姓杨啊，一辈子无有儿，所生下一个女儿啊，这姑娘长得强，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，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夫郎啊，这一日闲下来无事，站在门旁啊，走过来小鱼千俊俏的郎啊，大眼珠子高鼻梁，闲来没事嚼冰糖，走上前来尊姑娘，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，蓝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行啊，低言巧语口尊相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，要相逢再三更，来趟我家中吧中啊，我丈夫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个冷啊，不像话了，人家有丈夫是吗？爹妈不在家。对，父母不在，我爹妈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根等啊，您琢磨呀，杨姑娘对您有意思，是约您三更天去，夜里能不去吗？得去啊，二更天就去了。这么早到那儿一开门，两个人热情的拥抱，嘿，省略一万个字。哎，您这里还有这玩意儿？哎，当然了啊，转过天来，嗯，这个杨姑娘送您的时候是依依不舍，送我走，恋恋不舍，是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来，叫什么呀？送情郎，哦，唱起来也特别好听。好，您给学一学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指挥一下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。听说别唱了，哪有这词儿啊，他把正确的词儿给忘了。哎嗨，忘了也不能胡唱。反正这两个人也成功的结婚了。那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都是好事。你猜怎么着？不到四个月啊，他儿子降生了。哎好，我们家都这么快是吗？啊，哪儿有四个月？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对，简短截说。嗯，大姐去哪儿？
什么玩意儿？您这你这岔出去的太快了，您这我还以为我媳妇儿跑了。简短截说，大姐去哪儿？你有准词没有啊？你要干嘛呀？我等他回来呢。谁？你这人干嘛？人家也买票了。不，买票人家没准走了呢，上厕所了，也没准。等一会儿吧，好吗？哎，别去，不等了。这么些人呢？啊？转过天来，等到大年初一的时候要回娘家串门子啊。要搁一般的家庭啊，说两句就完了。是啊，他们家非得唱，还唱，他还喊他媳妇呢。啊，媳妇啊。里边出来吧，媳妇儿。什么味儿啊？他媳妇儿打里边出来了。啊，来了。我媳妇儿这腿随我妈是吗？忘了告诉你了啊，你妈是这条腿啊，你媳妇是这条腿，不一样。这叫无敌鸳鸯腿。嗨，这俩人就别鸳鸯着了。他媳妇儿张嘴唱上了啊，唱起来好听啊。怎么唱？我给您学学啊。嗯。正月里也是理儿啊，正月里初三四儿啊、嗯、单位里放年纪啊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、嗯、转回身哪、啊、来叫了一声他呀、嗯、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啊，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啊去串门儿啊，当天去那么当天回儿啊、哎、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，哎呀好，于谦心中想啊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没听说拿点什么东西，我拿点什么东西 啊？曹子高大八件儿，马粪来一斤、啊，马粪一样来一斤，一个羊的来一斤 啊？转回身拿来，打开箱子棍儿 啊，取出来这个新上衣啊，裤子本是塑料底儿啊，塑料的呀，毛料的，裤子本是毛料底儿啊，枪毙那天穿过一回 啊。结婚那天穿一回，结婚那天穿过一回 啊，到今天穿上它还是那么合身啊，哎呀啊，二人往前走啊，来到了自家门啊、嗯、七大姑八大姨啊迎出了人一群啊，丈母娘接过孩子、嗯、亲了个嘴啊、嗯、呸，哎呀，这是亲嘴吗？亲了个嘴 啊，这个孩子啊真有根啊，肥头大耳双眼皮啊，不像他的舅爷、哦、不像他的人 啊，真像这个他的爹，我王八羔子啊。对你的吗？这不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那这是我师父在家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。对，很多这个小曲小调都是东北二人转的。哦，其实最早不是二人转的这个小曲儿、嗯、这是北京的小曲儿。是吗？东北那帮人呢给拽走了，拽走，后来呢咱又给拽回来了，所以叫二人拽，知道吗？没听说，胡解释可不行啊！啊，二人转是二人转，二人转跟那拽没关系。很多小曲儿，我师傅在家写完了以后，我一看，这个东西还不错哦，这个作品很好。我师傅这个作品能给我吗？啊，我去演。嗯，我师傅很客气，是吗？滚蛋！哎嗨，你师傅一般都这么客气。对，然后他就上楼睡觉了。哦，转过天来他就发现这个作品没有了。哎呀。闹了家贼了。哎，对了、嗯、这个好作品呢其实大伙儿应该共享、嗯、很多我们德云社的后台很多相声演员都演过这个作品，是好听与不好听您各位担待着听，您包涵啊、反正票这个不能退了。哎嗨，别说实话，接下来的时间呢这叫翻场。对，咱可以跟大伙儿共同的聊一聊、嗯、这是我喜欢的这个一项运动啊。什么运动啊？跟大伙儿聊天啊。你拿这当运动啊？啊，哦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运动。嗯，您各位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？比如说，孙老师今天干什么去了呢？哦、铁锤妹妹怎么回事啊？铁锤妹妹呀、啊嗯，好嘞，坐月子。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铁锤妹妹。嗯，其实这是今年春晚上的这么一个作品，叫做《扰民了您》。哎啊，我跟蔡明老师、华少、大鹏我们几个人演的这么一个小品。嗯，其中呢，我的女朋友叫做铁锤，是铁锤妹妹啊，啊，铁锤妹妹，其实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嗯，根本就是为了作品而产生的这么一个人物。嗯，希望大伙儿呢能够喜欢。是，到现在我已经接礼物接到六七个铁锤了。哎呀、我都有点后悔了啊！我说当初怎么不管我女朋友叫什么钻石啊、翡翠啊什么，叫那就没人送了。那倒是啊，这个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咱可以聊一聊。
孙老师干嘛去了哈，给大伙儿解释一下、嗯、本来我跟孙老师是搭档，是这两天他都没来，嗯，干什么去了，他那个媳妇儿啊生孩子了，好事儿好事儿啊，送去一份祝福，嗯，这个希望他媳妇儿就越生越好、嗯、啊，还打生多少啊，不是，关键是孙老师正哭呢，在家生孩子好事儿，哭什么，是好事，孙老师媳妇儿给孙老师生了一个弟弟，哎呀，他死不死啊？不是，他还哭。孙老师一看这孩子长得太像自己了啊！呵，那没法不像他呀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家务事咱就不要往外传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截止到咱们剧场之内吧。哎，不要传出去啊、嗯！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啊？烧饼不是我们这个队了，分队了啊、嗯！从去年差不多一月份的时候都已经分队了，我们成立了一个分到五队，他是五队的队长，对啊，我们已经分开了，嗯嗯，祝你们幸福吧，祝我们各自都幸福啊、嗯、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说了，嗯，说点什么呢，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，说点谁的事呢，嗯，准跑不了我呀，这个于老师的事情啊，其实啊于老师这个人呢喜欢玩，那倒是，他出过一本书叫做玩于谦啊，没有，于谦是后边作者那名字，作者的名字，哎，书就叫玩，书就叫玩，然后后边是于谦，是玩，特别喜欢玩啊，自己呢还有一家就叫宠物乐园，有在北京的大兴那边，嗯，叫什么天打雷劈，叫什么啊，天津地华，天津地华，对，宠物乐园，嗯，养了很多的这个宠物，嗯，有这个鸭子是吧，啊，有鸡，哎，对了，鸡，男女方都得照顾到、有鸡，还有这个马，有小矮马，对，还有这个什么狗啊、嗯、什么驴啊，有什么蛐蛐儿啊，蛐蛐儿，单养蛐恶心、啊、蛐蛐儿、嗯、什么都有，嗯，最喜欢的啊啊就是鸟，对了，于老师喜欢鸟，是各种鸟，什么电壳啊、嗯、什么这个喜鹊啊、嗯、什么乌鸦都特别喜欢，乌鸦我也喜欢啊，喜欢它那个叫声，嗯，多丧气啊这玩意儿，还有这个鹦鹉，是就前几个月吧，我记得去这个十里河啊，北京的十里河，嗯，去那儿买了一个鹦鹉，其实没想买，嗯，没想买，相中了，看上了啊，鹦鹉说话，你好，嗯，哎，你好，嗯，你好，嗯，聊上了，跟我啊，聊个吗，是不是聊个啊，聊个他就聊上，哦，哎，聊上了，你好，嗯，鹦鹉说你好，嘿嘿嘿，你大爷，嗯，去死吧你，嗨，这是聊上了，聊上了，呵，特别开心，还开心呢啊，准备买了，哦，准备买了，你问多少钱呢，嗯，人民币啊，啊，3.6元，太便宜了吧，这个便宜吗，太，3.6元买会说话的鹦鹉，便宜吗，便宜，为什么这么便宜，为什么呀，人家有原因，你说说，这个鸟啊啊在一家歌厅工作过，那怕什么的呀，迎宾，迎宾也没毛病，来一个客人欢迎光临，多好啊，客人走的时候欢迎下次光临，多说一句话，说这么几句话啊，时间长了以后这鸟啊啊学了一嘴脏口，骂人，刚才骂你了吧，骂了，去你大爷的，是不是这么说了，那是你说的这么说的、啊、经常骂人，嗯，所以说人就不要了，不喜欢了，哎，于老师在上人有面子，哦啊，多少钱3.6元啊，2.8元卖不卖，哎，这嗨不卖啊，就这还跟人讲价呢，我有什么面子，多谢，必须讲价啊，啊，2.8元，这样吧，3块钱您拿走、啊、好不好，啊，行了，送笼子怎么样，嚯，这鸟就倒赔了是怎么的、啊，行啊，哎，啊、掏3块钱，我记得是一个1块的硬币，2个2块的这个，2个1块的这个人民币，到底多少钱呢？这鸟，反正记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退票啊，想着你投了去了吧？反正就给人钱，嗯，就拿家去了，买了吗？哎，没有拿到那个天津地华那个宠物乐园那儿啊，那我拿哪儿去了，自己家里家养，哎，往这个客厅一挂，嗯，嘿，欣赏，嗯，正欣赏着呢，他媳妇儿打屋里出来了，那是，这个鹦鹉看见了，嗯，说话了，说什么了，小姐变了，小姐变了，小姐变了，他没见过你媳妇儿，他在歌厅工作呀，那他说对了，就是变了，哎，小姐变了，地方都变了，
正说着呢，他母亲打屋里出来了。啊，鸟说话了，说什么？老鸨子变了，老鸨子变了，太贫了，老鸨子也变了，这是老鸨。哎，正说着呢，他父亲打屋里出来了。啊，鸟说话了，又说什么？客人没变，啊、客人没变。哎唱一个吗？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，很多朋友喊这个于老师唱一个，嗨，不行，不行，不，为什么说不行呢？嗯，因为我们这场节目啊，给我们俩一共1000块钱，嗯、我师父说了，于老师要是唱的话，嗯，他拿走800，我能让他唱吗？绝对不行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唱吧。哎呀。200块钱也是钱呐，是不是？什么人呢？这是，大伙儿真想听啊！唱个什么呢？我靠！哎，我点一个，于老师啊。东风破，或者轻轻的告诉你，你来一个。我都没听说过。刚才说了，我唱那个什么一块红布啊，还有这个。一无所有啊什么，那都是崔健的。哎，小时候就常听老摇滚。哎，老摇滚了，真是老摇滚。唱几句吧，词儿也不太记得住啊。嗯，东风破，不是东风破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是是是，就唱这么几句，真好，真好。谢谢谢谢。他前面这几句轻易没唱过，嗯，是不是以前都是唱的头一番？嗯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头一番。嗯，我这捧您呢。哎，这是捧我呢吗？嗯，今天的词儿跟往常不一样。嗯，哎，唱的特别好，再来一个吧，好不好？你再来一个。好嘞，我嗯。1600什么1600？啊，唱一个800嘛，不是唱俩就1600。我的天哪，我还自己掏钱，我不在乎钱。你来，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啊。唱一个什么呀？我这唱的，我都快唱吐了。五环之歌真的恶心，特别恶心这歌。好吧，五环，哎，还是爱唱，因为我也不会别的。这是我的一个成名曲。哎呵、啊，这是改编自《牡丹之歌》。对，这歌啊，实话说，我一直也没有见过蒋大为老师，我也没有机会跟人说感谢您的歌曲促成我这么一段这么几句哈。啊，一个奇葩啊。这个后来呢，在这个春晚的后台，我见着这个蒋大为老师了。哦，我说蒋老师您好，我说非常感谢您的《牡丹之歌》。嗯啊，然后那个蒋老师说：“呵，你谁呀？”哎，不认识。当时让我很郁闷。我说我甭管我是谁，我是改编您那个《牡丹之歌》，我改了《五环之歌》。嗯，哦，《五环之歌》啊，早我就知道。嗯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小月吧。嗯，《五环之歌》我听过。好，哎，我们家人都推荐我听这歌曲。嗯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随便唱啊，没关系。你唱导致我这歌越来越火。但是唯一让我郁闷的是，我在开演唱会的时候，嗯，我在台上唱《牡丹之歌》，台底下观众全都唱《五环之歌》。你毁了多少人呢？这啊，不过也是没关系啊，继续唱，嗯、小伙子，很好，很好。嗯，我是非常感谢人蒋老师能这么大度。好，啊、是、嗯，好事，嗯、好事、嗯。这个献给大家，《五环之歌》。好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。你比六环少一环，
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啊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还有这么一个呀？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，是怕您身边的朋友笑话你。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，是吧？唱这歌谁都笑话，谁也别笑话谁。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啊！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，嗨嗨皮皮的唱什么词儿？成语，成语，成语啊。二楼的朋友，嗨，后面的朋友让我感受到你们。哎呀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那最浪漫的事唱给大家。哦。我有这个春晚上有好朋友华少，我说他那个主持那个中国好声音嘛，啊，我也问过他，我说你像我这样的歌手，反正也不多见哈，啊，你说我要是在那个好声音台上唱那个五环之歌，会有人给我转身吗？嗯，华少那个说那个，估计那什么，嗯，你歇会儿吧，好吗？哎嗨。我也就没再动过这个念头啊，别追问了啊，好吧。背靠着背坐，好尴尬，我觉得。怎么好尴尬呀？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人都转身了。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，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。他说最爱我的唇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睡。完全行了。